第十题，右图图一到图三为台湾住家常见的插座，请问下列关于三个图中的插座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看到图一这个是一般的110伏特的插座，选项 B 说图一插座提供的电压为110伏特是对的，图二跟图一基本上一样，也是提供110伏特的电压。但是这个圆孔是所谓的接地孔，是来接地用的，所以呢，插头的这个圆柱呢，就是要来接地的。所以呢，选项 C 说图二插座中的圆孔为接地孔是对的。那么图三这个插座呢，是220伏特的插座。220伏特插座的形式有两种，这是其中一种。所以选项 D 说图三插座提供电压为220伏特，这个也是对的。而我们这个都是所谓的家用电源，家用电源提供我们是交流电，所以选项 A 说图一到图三三个插座皆为直流电是错的，应该是交流电。第十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关于三个图中的插座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图一到图三三个插座皆为直流电。